好像不是吧？啊，奇异色的神像。哦，以及咱的皇家将军，上心来了车，咱开起车，皇家将军，圣尊莅临。好的，在番谢将军之后，就是那边昂尊妈祖啊，现场即将进入到我们华坛，待会请帮我们奉香准备啊，请工作人员帮忙奉香准备啊，我们的炉主啊也请准备。咱开天宫的新轿，咱的妈祖娘娘啊，即将进入到我们的华坛。咱妈祖娘娘知影咱台湾民主的可贵，所以伊无要登去福建。迄阿公仔的世界，咱台湾人民是上界可爱。咱对宗教文化的信仰，对咱妈祖娘娘的这个啊膜拜，会当讲全世界伫咧传扬，用咱妈祖娘娘的这个信仰。小婷，咱的大轿，咱的红船妈祖，啊，搁伫咧咱的大轿内。谢谢咱的谢将军来竖起咱的金光饼，感谢咱客机车的动力。恭祝你社运昌隆，会当香火旺盛。谢谢咱的谢将军。各位，我们双手合十，双手合十，咱准备要来恭迎万家开天宫，咱上界敬爱的廖冠妈祖。感谢伊无登去福建，感谢伊选择留伫台湾，感谢伊选择留伫咱万家，感谢伊守护咱万家地区超过200年的安定，以及繁荣，以及发展。我们妈祖哦，坐在这个轿里面啊，小小一尊，非常的迷你，非常可爱。这是咱祖先大海来台的时阵，这个藏在衣服里面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这个刻苦克难。跟你阿妈做牛牛来，刚才咱老祖大叔哦，知道？带几出知道？第三组花上车过来，恭喜祖先来恭喜咱妈做牛牛，天下上雄的。感谢咱的表班，谢谢，感恩。好，谢谢啊，辛苦了，感恩。来，感恩妈祖娘娘。来，后面还有一点呢、哦。谢谢咱的妈祖娘娘，坐在正中间最后面的啊，就是咱的安尊妈祖。